村的，你们找谁啊？鬼子，鬼子来了，快跑！慢点，这样我就不能进队了，追！ 外面有鬼子！ 果子赶紧藏起来！哎，我出去看看。全家都在，把箱子交出来。什么箱子？我不知道。 鸡蛋你不怕死的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人？把箱子交出来，否则我杀你全家！西川，赶快告诉他们！你给我闭嘴！你把我家人先放了，我就把箱子交给你。别给我耍花招，否则的话，我一枪打死你老公和孩子！你先把他们给放了。 把他们放了，走，西川，快进去。你跟着我，箱子在院子里。其他人住手！停！大家都住手，别打！ 小鬼子，你不就是想要那个箱子吗？老娘给你就是了。Yes， 说，箱子在哪里？就在那棵树底下，我带你去。不用，就下去，麻烦你一下。哎。 下去，好像没有。别，你骗我！小李子，赶敢，你带着箱子离开这儿。只要把这小鬼子给消灭了，就算我死了也值了。别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？有种你就打吧。你这一问不敢问。等等，你不就是要箱子吗？我给你们。小李子，不能给他们。那箱子很重要，你快点拿着它离开这儿，快点开箱。就算老娘死了，你以后。 记得在坟头上给我多上上香就行了。西川，还是李营长识趣，把箱子交出来。我现在就把箱子给你们。小李子。
小李子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是把箱子给了他们，咱们之前的努力可就白费了。快把人放了！一手交易，一手交货。你先把人放了，你先叫祥子。娘的，小鬼子真他娘狡猾！叫祥子，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他的头？嗯。 小箱子，举起！是不是这个箱子？没错，就是这个金属箱子。把枪放下，放下。 站好！站好！撤退！起身！北辰，撤！行，不能让他们跑了！围住他们，我们分开两路，你追着他们，其他人跟我到村口拦截他们。是，起身，拿着。啊，好。 小李子，真是好枪法！小鬼子胆子越来越大了，竟然敢偷袭我们。走，咱们赶紧追去。不能追。他既然敢偷袭，前面肯定有接应的人，小心中了他们的埋伏。回去吧。走，走，走吧，走。 杀死十万中国人，这样啊，全都完好无损，太好了！山本君，你没有愧对天皇对你的期望，真是非常感谢你。小泉博士，不用感谢。
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小姐，不行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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